耳目平视，两眼向前看，耳听背后。いよいよ養生校18式の修行開始。はい。起，屈膝下沉开步，移重心。好，一。二，一，二，你过来以后，让重心移到右腿，再提左腿。向左前方上步，下沉，走下弧，向前摆脚尖，脚尖摆过来，然后移重心，然后再上步，屈脚，对，右手握拳，握在左掌心，提起来。正脚，好，懒扎一，一穿掌外翻，开合的时候起腿开步，移重心，手拉开，左手叉腰放松下沉，这叫六风撕臂。好，懒扎一。然后六风撕臂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单边，一、二，起腿，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放松下沉。好，放松一下。这个单边预备，两手相合，重心右移，左脚尖外摆，一。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一，搂膝，你看，先合住，搂膝，重心移过来。收腿，这是一个动作，对，然后下捋，你看昨天就那上步的方法，一步，两步，第三步的时候两手交叉，对，好，像眼手风旋，看下分，上合。合好了，这要发力了，发力，砰，放松放松，别紧张。高泰马，右手下捋，左手前推，是要。来旋转，勾脚，重心到这儿，勾脚，把脚尖对扣，勾脚尖，
我把重心移回来，再继续让身体左转，这继续勾过来，把重心移到右腿，这样推出去。重心移到左腿，两手合，然后提右腿开步，两手上飞，上飞，然后把重心移到右腿，提左腿，蹬脚，蹬，对。开一步，两步，三步，四步，五步，六步，擦步以后，又转身，好，又过来，一转身，提腿上步，往后来，OK。一腿上步，然后移重心，重心移到左边 ，OK， 对，这要打脚了。嗯，我打脚，这个脚起来哈，OK， 对，打完脚，下捋，放在这儿，冲拳。OK， 好，然后金刚倒对，收势下飞，上升，下降，再并立 ，OK， 完了。